见捡钱是什么意思？在生活当中，如果我们捡到钱，无论大小，都是一件令人感到非常惊喜的事情。那么，梦见捡钱又有什么寓意呢？从事金融行业的人梦到捡钱，则意味着最近的工作可能会因为金钱上的差错而给自己带来麻烦。年轻人梦见捡钱，预示梦者最近会被金钱问题所困扰，有失眠上火的状况发生。孕妇梦见捡钱，预示梦者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会非常顺利，而且生出的孩子财运会非常好。老年人梦见捡钱，预示最近可能会有钱财流失的情况发生，不要轻易相信别人让你掏钱的话。捡钱本身就是会令人感到开心的，虽然在梦醒时有时会觉得比较失落，但是终究还是一个令人心旷神怡的梦。